巴老师，请开脑洞。这个好。说一句你听过最假的话。哎，这句话说完之后，大家绝对是人间充满爱啊。然后是我女朋友，她说呀，你有过几个女朋友啊？你就说吧，我不生气。把我的给撕了，对不对 ？Everybody，Everybody。大老师，开脑洞。说一句你听过最假的话。他说你就说呗，我真的不生气。然后呢，要不这么着，你说我就说。尬掉尬掉。然后等你说完之后，然后你下边的一个动作不是说自个儿，是去买东西了。哎，来，我来补一个。王自健说我可以半小时。补一个，不早说啊！王自健说：“我可以半小时。”我的天哪！王自健说：“刚才说那个，说马上就到嘛。”他说：“我可以半小时就到。”啊！想太多了。我一直这么谦虚，就是这么谦虚。最假的句话，听过最假的话。每当看见妈妈劳累的身体，我问她你累吗？妈妈说我一点都不累。人情对不对？大老师开始打温情牌，你看看对不对？炸不炸？炸！炸炸炸！你得意的在同一个柜台试吃了99天，推销员终于对你说：“推销员终于对我说，你不是大张伟吗？你们明星的都怎么都这么抠啊？”那又走了，都开始。我累了，真的。林，我懂，终于认出你来了。哇，林，天哪！哎，大家知道，在我小的时候有一种说法，就说一个人上来之后说等着炸，然后咔完了之后，蔫儿屁。这世界很酷。